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台北股市又大涨了370点。很多同学都在想，老师，这个盘哈还会再涨上去吗？什么股票会涨呢？大同吗？哎，大同，大同过货好，我不知道啦啊，随便你，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啦。老师，还是那个伟创啊，广达几家。老师，我看你都在做那个四星啊、创意啊、爱普啊，智源没有做，智源我们现在还没有做。好，智源我们做过，199买，400块卖掉，就这么一波到底。后来200多块买，270几块买，370几块卖，就没做了。M31力旺，细粒今天收在最高哦。老师，你说细粒会大涨啊？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啊！这个4月28号啊，4月28号就是昨天嘛，啊，昨天嘛，今天几号？今天4月29号了嘛，对不对？昨天晚上写的嘛，啊 ，IP 股强飙嘛，唯一事先预告创意四星都涨停嘛，那再来会不会换爱普？老师，今天爱普没有涨停呢，小涨而已呢。老师怎么会这样？待会来跟你讲啊。四星是不是涨停？创意是不是涨停？力旺是不是上去了 ？M31今天也大涨了，对不对？爱普、台湾摩根连续6天买，老师今天有没有买？我待会拿给你看。安国神盾，我们安国已经获利出场了，没买了。那但是还是要同学还是要交代啊。创意四星攻过月线了。拉回买指标先看创意啊，爱普4月29号要过383，过了没有？量有没有5000张？开盘价是不是378？对不对？智源要过310，现增价连过都没过啊。威盛细粒短压400块啊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奇宏集贸涨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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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会不会涨停啊？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还有光环又涨停，涨停啊？老师到底要怎么做？很多同学都不知道怎么做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，今天大盘涨了375点，375点，一档一档跟你做一个检视。今天台积电上涨13块，还收最高，对不对？今天力旺涨了半只停板，但是直接跳空开高，你要做你也没什么搞头做了哈。M31差一点涨停板啦，我去追啦，棒棒棒棒棒棒下来了。老师，你带我做一趟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四星老师快要攻涨停啦，我去追啦！平盘一下又不敢买了，你又不敢买了，你又不敢买了，又拉上来了。创意拉了半只涨停，哎，1400了呢。从我告诉你的时候1000块，1100呢，现在1400了呢。很多同学都被洗掉了，啊，金星科也稍微上去了。老师，爱普啊，开盘379啊，378，老师为什么不过383？我待会解释给您听。收盘还是涨，智源对不对？还是小涨，涨2块。老师，威盛没有涨，威盛明天会不会涨？会不会涨停板？我不知道啊。细粒你看，细粒很多同学都不会做。上个礼拜五开盘价385，啊，385震一下，哇，拉回来到375。吓都吓死了，吓得屁滚尿流，赶快卖掉，卖掉，叭叭叭叭，尾盘收到388，今天又来这一套，又来这一套，对不对？开盘价还开黑的，啊，拉上去咚咚咚咚咚，结果收398，老师400块会不会过？加赖就知道了嘛，加赖就是知道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加赖有没有告诉你？那细粒400嘛。老师，我今天有做细粒呢，我今天细粒买382呢。老师，你教我的258，382我买细粒，收盘398呢。老师，我赚16块钱，马上打电话来参加会员。老师，你又让我赚钱了，我好高兴哦。啊，你卖在382的不是猪八戒？猪八戒的猪八戒，哎，猪八戒，猪八戒。同学，对不对？预创上去了，小心一点了，会喷出去哦。哈、哦，
安国，老师，我开盘去追安国，软趴趴是不是叫你去买安国？老师跟你讲不能买的时候，你就不要买了。软趴趴不是叫你去买神盾，不能买就不要买嘛。啊、哦，软趴趴是不是叫你买旗红？哦，很厉害是不是？飞天钻地是不是？啊，软趴趴叫你买双红，啊，很厉害是不是？来，旗红双红。震荡很大，你一定要低买啊！没有人买红的，买红的一定套牢啊！老师，今天是黑的，那明天还能不能买？加赖嘛，你不加赖你怎么会知道呢？每天都想买啊，每天买的都套，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老师，高利比较不错哦，啊，老师那个超重啊，哇，天天涨停板，老师我忍不住去追了，追了被修理了吧？对不对？老师忘戏你也有写啊，老师宏硕今天大跌呢，怡特老师也有写啊，对不对？老师写的很多嘞，讯芯涨停板你有没有买？细光子啊，对不对？光环又涨停啦、啊，哎，各位，光环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30块以下叫你随便买啊，30块以下多少？快50块了，啊，跟你讲你也不相信。对不对？跟你讲，你也不相信。啊，我跟你讲，吉茂28块随便买，现在已经60几块了。啊，跟你讲也不相信。现在很多老师在介绍吉茂，我是全市场第一个带所有同学去买的。虽然我们赚的不多啦，大概只赚4-5只涨停板而已，5只涨停板而已啦。那也是赚钱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很多同学在赖群组里面哈，来加赖，他说。告诉我说，老师，我就喜欢做创意四星啊、哦，那还有什么？诶，爱普也好，老师，创意四星 M31，老师你带我做价差，我赚钱，我一定来参加你的。同学，不要说我多厉害了，对不对？25号告诉你。四星 IP 龙头，为若能止稳，其余的 IP 股只能整理，对不对？创意外资自营商买，告诉你1250过了会涨停，对不对？同学，上个礼拜五涨停板，你看啊、哦，同学，我来跟你讲一下哈、哦，创意是这里面最强的，因为它是这一条叫月线嘛。上升月线嘛，它直接开盘价就在月线之上，然后月线应该往上嘛，直接开高走高拉涨停，今天挑战季线 ，MACD 往上，今天投信又大买，外资也在买，啊，四星你看它在这里礼拜五是不是涨停板？老师今天开高走低没关系，为什么？因为今天的高点明天可能要越过。对不对？今天投信还在买，它这条月线过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同学，我在跟你讲哦，分析个股的强弱哦，你不懂的，你不用看的就好了啊、哦。我问你，力旺是不是要过这一条叫月线？没过嘛，对不对？没过嘛，但是力旺连续两天两根红棒咯，很厉害哦。今天最低开盘价就是最低哦。收盘价几乎收最高哦，今天价差85块哦，对不对 ？M31它也没过月线呐、啊，所以当初有一个同学打电话问我说：“老师，我是不是要把那个创意卖掉去换 M31？” 我说：“如果你把创意卖掉换 M31， 你就错了，因为当初 M31比创意还贵。”现在创意比 M31 还贵，而且还差150块。我是谁？林中祥，这么厉害，哈，对不对？好，四星，你看月线过了嘛？啊，四星看一下月线过了嘛？那今天的高点，明天会不会过？同学，明天要怎么做当冲？我教你啊。创意是不是过了？好，老师来看一下。金星科，你看月线还离蛮远的，对不对？
再来看一下艾普，艾普今天的高点刚刚好大概碰到这个月线，老师他会不会过？我跟你讲一个消息，艾普第一季的财报在5月3号召开财报董事会，他新一代的矽电容获得客户的认证，他打 AI 的新引擎系统，外资调升目标到666。我先把一些基本面告诉你，那我要告诉你他什么时候会过。好，你知道上个礼拜五创意涨停板你都知道嘛，对不对？他礼拜五他礼拜四的时候公布他第一季赚 4.99 元嘛， 4.94 元，大家认为很差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告诉你他第二季很好，结果马上涨停板。来，同学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同学我们来看一下，同学来看一下啊，同学第一季你看啊才赚 4.94 元嘛，对不对？ 4.94 元嘛。今天有一个很大的消息出来了，救过来，明天创意会不会涨停？如果要做当冲的话，买的价钱是多少？来看一下，救过来。你看啊，创意受惠加密货币集单，第二季营收估增加16%-19%。老师，你有内线，你都事先知道没有？我把新闻念给你听而已啊。但是我在上个礼拜四、礼拜五就告诉你了，我说他第一季表现不怎么样，但是全年会成长，所以第二季他一定很好。看一下，同学，创意受惠加密货币集单，第二季营收估增长16%-19%。我没有内线交易，新闻报的不是我报的啊，但是我事先告诉你，创意第二季会很好。同学，明天当冲创意涨停板，还是当冲艾普涨停板，还是当冲四星涨停板？同学，赶快加啦！加赖分享标股的攻击模式啊！我们下半场回来告诉你，有一些股票为什么外资投信在这边一买一卖，他们在玩什么把戏呀？下半场再回来。万通国际投顾，诚信至上，以客为尊，专业团队，稳操胜券，创造财富，成就精彩人生。团队三大保证：第一，绝对正牌经营，用专业服务客户；第二，绝不夸大技巧，哗众取宠；第三，所有股票带进一定带出。茫茫股海，您需要一盏明灯，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。立即拨打咨询专线02-7725-9668。万通国际投顾，诚信至上，以客为尊，专业团队，稳操胜券，创造财富，成就精彩人生。团队三大保证：第一，绝对正牌经营，用专业服务客户；第二，绝不夸大技巧，哗众取宠；第三，所有股票带进一定带出。茫茫股海，您需要一盏明灯，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。立即拨打咨询专线02-7725-9668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欢迎各位回到现场。同学，今天大盘大涨375点，对不对？那我告诉你，有的股票叫你不要碰嘛，我都事先写的啊，所以我告诉同学啊，为什么要计算这个主力筹码？因为很简单嘛，啊，同学看到大涨啊，就闷着头什么股票都买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软趴趴就告诉你啊，什么旗红双红啊，
对不对？还有老师介绍旗红双红坐驾的坐驾，我不知道坐什么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然后不然就神盾啊，不然就安国啊。来，我4月25号，我告诉你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什么？安国，投信买，外资卖，神盾外资买629张，又卖615张。旗红外资买2000多张，又卖2000多张。双红外资又买又卖，外资没有方向啊。那你就先，他没有方向，你跟着他去做。来看一下，今天大盘大涨，对不对？开高你去买安国受伤，你去买神盾受伤，你去买旗红伤得更重，你去买双红啪一个收最低。大涨375点呢、欸，啊，你还受伤，不会很衰吗？那不会很衰吗？对不对？好，同学，啊，我28号晚上告诉你什么 ？IP 股唯一事先预告，创意最强，创意是不是涨停？我是不是事先写的？事先是不是涨停？我是不是事先写的？对不对？那我告诉你，明天。创意、四星、力旺 M31， 或说爱普哪一支会攻？你不懂，不懂我来教你，好不好？同学不懂我来教你啊！今天来看一下今天的四星，开盘价的时候涨了多少？涨了160块钱。你一直想追，我告诉你，冻结，打到盘下。可以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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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红。那明天会开多少？对不对？今天创意一开盘1350，对不对？冲到1400喽，1400喽，杀回来又到收1360，对不对？今天的爱普开盘价379，啊，拼命想追，拼命想追，没有量，你追什么？打到平盘，你不敢买，不敢买，不敢买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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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，收盘涨2块。我有本事，我都讲在前面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来一一来跟你讲一下。如果按照 K 线理论，啊，注意到了，四星是不是礼拜五涨停？今天开高走低走平，小时线的 K D 往下，到低点了。我们看半小时线，半小时线是不是打勾勾了？是不是打勾勾了？对不对？打勾勾代表明天只要开平你就买，它就会拉上去。啊，再来看创意，是不是已经修正到最低点了？明天不要开太高，开平你就买，拉上去。老师，那开太高怎么办？开太高你要看有没有量哦，对不对？你看爱普，对不对？所有均线纠结，对不对？所以爱普也一样，你看啊、哦，它15分线已经上去了，代表明天要去攻380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那创意15分线也上去了。代表明天要攻1400，四星15分线也上去了，代表明天要攻3200。我讲都是我谈股票永远谈明天，因为今天已经过了 啊你没做到啊没做到啊，明天呢该怎么做，对不对？啊，老师跟你讲啊。伟创、广达、技嘉不是烂，只是短线它幅度不大。老师今天都有涨哎，对啊，涨得不够手续费啊。个股操作，投资人各有所好啊，我知道啦。你们就喜欢广达、伟创、技嘉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就喜欢坐轿嘛，啊，你就喜欢找法人顾问嘛，啊，你不要不然就那个什么哈、哦，极短线操作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操作来操作去也不知道怎么操作嘛，哎，不然每天大同国货好嘛，而不是说大同不好，
不会涨就不好啊，会涨就好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筹码主力筹码，来给你看一下券商进出表，主力筹码啊，看一下。同学，你加赖哈，加赖以后哈，加赖以后，我也把它写在里面清清楚楚。哪一个券商买几张，买多少钱的啊？来看一下，我们首先看3661。哎，老师，港商发新买136张，3178块，美商高盛买3200块，今天收盘才收3125块。老师，那明天我是不是可以到3200块以上再来卖？嗯，好 ，OK OK， 没问题没问题，对不对？来看一下，瑞银也买3180，所以明天开盘了，如果不是开太高，因为今天收盘价多少？我看一下今天收盘价3125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明天开小低，小黑你就买，小红先看盘中量跟得上跟不上，好不好？同学，把筹码都告诉你的啦，3443，创意，港商麦格里买500多张，买1360，美商高盛买1360，明天搞不好工厂停板了，因为创意受惠加密货币嘛，第二季营收要增加嘛，对不对？好，6531的爱普，天量缩，好，收盘价是谁买的？港麦格里买的，对不对？摩根大通买的，美商高盛买的，但是说实在，我告诉你啊，艾普要涨它一定要有量，你不相信我啊，不相信我来看，你没有量你就不要做，你不会做你就不要做，不要开盘市价买，然后盘中又杀低，然后平盘又不敢买又拉上去，你没有量你就不要做。好，来看一下，同学看一下，给你看清楚一点，平方一点好不好？我问你，这一根见底嘛，就是360嘛，就跟今天的价钱差不多嘛，370嘛，隔天是不是涨停板？360变成390啊，是不是涨停板？我问你，它攻击的时候是不是要16000多张的量？是不是涨停板？再隔天23000张，是不是到400块？是不是又涨停板？两天两次涨停板，它是不是要有量才会攻击？我问你，现在量多少？今天量多少？1000张，1000张，你家怎么涨停板？你们大家都不要买卖，老师叫一个会员试价买一张就涨停板锁，不可能啊！同学，老师教你的技术分析好不好？要做当冲也要看技术分析，没有猪八戒一样头闷着这样一直挤的啦。啊，明天会不会涨停板？同学，看一下，艾普，十点，你只要看十点就好了。我问你，十点它有没有量？没有。我告诉你，它十点一有量，它上个礼拜五也是哦，它十点一有量就直接拉7%哦。你就看十点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急没有用啊，同学，急没有用啊，急也不会涨停板啊。所以同学，验证才是最大的诚信，打电话进来我带你做，明天很精彩，一定有涨停板的股票让你赚，谢谢。
本投顾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